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。2018 GMA 金曲国际音乐节前进校园产学交流，今天到北艺大校园，金曲歌后艾怡良和徐佳莹担任讲师，分享音乐创作经验。之前徐佳莹曾被曝怀孕，今天现身校园，媒体关注徐佳莹肚皮话题，艾怡良竟拱她快锤肚皮。徐佳莹被问到是否喜欢小孩，她说，我超喜欢小孩的，但真的没有怀孕那回事。被问到男友比尔贾对于媒体爆她怀孕之事有何反应，徐佳莹笑说，就觉得怎么会这样，只是觉得无稽之谈，怎么会有人写。由于艾怡良平常喜欢穿紧身衣服，徐佳莹今仍穿较宽松衣服，徐佳莹自嘲，我本来就长得比她宽松。但艾怡良说，她最近瘦了很多，还会去我家借衣服，瘦很多。2018 GMA 金曲国际音乐节前进校园产学交流词曲创编工作坊，左光平、左起、徐佳莹、艾怡良。记者潘少棠社。2018 GMA 金曲国际音乐节前进校园产学交流词曲创编工作坊，徐佳莹。记者潘少棠社。